好，欢迎大家翻翻嚟我《三字经》嘅第三卷。如果大家仲未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， 记住揿下呢个 subscribe button 同埋隔篱个钟仔啦。香九龄能温席，孝于亲所当执。王香系东汉江夏人，佢喺九岁嘅时候就懂得孝顺父母。夏天天气热嘅时候，佢就用扇子铺凉个床铺，让父母就寝。冬天天气冻嘅时候，佢就先将被子瞓暖咗，再让父母安睡。类似这种嘅孝顺行为，系每一个作为子女、作为后辈应该尽嘅孝顺本分。我嘅理解就系东汉时候有一个江夏人叫做王香，喺天气热嘅时候，佢用电风扇吹凉个床铺。唔好意思，系冇电风扇，当时系有大葵扇，邀请父母同埋长辈去就寝。正所谓夜深啦，要就寝啦。喺天气冻嘅时候，就顺暖张床，让父母去安睡。早唞啦，阿爸阿妈。孝于亲，所当执。为人子女、为人后辈嘅，就应该尽孝嘅本分。所当执就是要执着，要固执住呢啲嘅孝顺本分。有所谓择善固执，善良嘅嘢我哋是要好固执地执行嘅。不过喺而家嘅现今社会，仔女通常都是喺11、12点后，甚至乎更晏嘅时间先至去瞓觉。如果你叫佢哋吹凉个床铺俾父母瞓，佢就会同父母讲：你唔识开冷气嘅咩？如果你叫佢瞓暖张床俾父母去瞓，佢就话：你冚多张被咪可以咯，使咩整暖张床呢？呢个就系现代社会嗰啲所谓子女嘅不孝之心啦。容四岁能让梨，弟于长而先知。亦都喺东汉末年，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孔融，佢只系得四岁嘅时候，已经晓得礼让兄长，将大嘅李子让给兄长去吃，自己去选择一个较小嘅李子。呢一种尊敬兄长、友爱兄弟嘅美德，应该及早系要教导孩子。本人嘅理解就系容四岁能让梨。东汉末年有个细路叫做孔融，开头我以为系叫做孔融。喺小时候，佢好识得礼让兄长，将大个嘅李子自己唔食，俾兄长去食。我就觉得佢系唔中意食梨，所以就将大个嘅李子就俾咗兄长食，希望佢爸爸妈妈咧系俾一个苹果去食，咁啊好啲。弟于长而先知，弟嘅意思就系讲弟弟、妹妹或者系后辈，于就系即尊敬长辈同埋哥哥、姐姐或者父母，而先知系好应该早就教导佢哋，令到佢哋知道尊敬兄长、尊敬长辈是很重要的。正所谓越早学就越好了，亦都有所谓有早知无乞衣，越早知道当然越好啦。守孝弟，次见闻，知谋数，识谋文。做人第一重要就是要学识孝顺父母，友爱兄长，其次先是去增广见闻，学多些不同的知识。知谋数，识谋文，要懂得数学，要懂得算术去计数。识谋文就是要研习古圣贤书，读多些文章，修养自己的心灵。我的理解是守孝弟，次见闻。我们做人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孝顺父母。弟的意思就是尊敬兄长和友爱兄弟，孝就是孝顺咁嘅意思。其次先系增广见闻，学多啲其他嘅知识。呢两句就系教大家学多啲知识系重要，但系唔系最重要。最重要嘅就系学道理、道德、孝顺父母。所以现代嘅教育好多时教识我哋好多嘅学问，但系有样嘢学校好似缺乏咁样教我哋，就系道德同埋孝顺。当然有些老师是好好心，就教埋学生的道德和孝顺，但是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着重于
教導知識為主，因為學校的制度亦都是這樣做。知謀數，識謀文，數是講數學、數字、算術等等的，文是統稱所有的學問，學好不同的文學、不同的語言。現代社會上大家要學好的是中文、英文、廣東話、國語，甚至乎是更多的語言。這裡講起語言，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有一個語言的專家，這個專家是英國人，他在香港教書的時候，他跟香港的學生說，你想學好英文，第一件事你就要學好廣東話，要學好中文先。學好了自己的語言，當你學習其他的語言是更加容易得心應手的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萬。一是數字，或者數學裏面的最開始的數字。其實現代的數學，很多數學家都認為零才是最開始的數學，但是《三字經》所說的一是數學的開始。一而十就是說一的十倍就是十，十而百，十的十倍就是一百，百而千，一百的十倍就是一千，千而萬，一千的十倍就是一萬，如此類推，累積上去可以是無窮無盡的。本人的理解是講到數學，我們中國人的算術就由一開始，當然在現在的電腦學，零才是所有數字的開始。一的十倍就是十，十的十倍就是一百，一百的十倍就是一千，一千的十倍就是一萬。這裡是我們中國的數學裏面，在很古的時候，幾千年前，《三字經》已經有記載了十進制是幾咁重要。但雖然如此，在現代的社會裏面，無論是中國內地、香港、台灣以及各國不同的地方，大部分的國家講的都不是十進制，用的都不是十進制。大家可以去街市買餸，買的就是一斤十六兩，一磅幾多盎司等等，都不是講緊十進制的。這個是我覺得很奇怪。很多社會，尤其是美國，美國社會的科學研究全部是用十進制，但美國社會的民間全部都不是十進制的。他們電油是計幾多加倫，他們買菜買東西是計幾多磅，那這個並不是十進制的，這個是相當奇怪。也都講到數學，在西方的數學裡面是沒有一萬的，是只有一千的，一萬他們叫做十千 ten thousands。 那這個也都是在算術上高去給我們東方人信息的地方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總括呢三卷裏面嘅《三字經》，一共十二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久不教，性乃遷，教之道，貴以專。昔孟母，擇鄰處，子不學，斷機書。竇燕山，有義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揚。養不教，父之過，教不嚴，師之惰。子不學，非所宜，幼不學，老何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學，不知義。為人子，方少時，親師友，習禮儀。鄉九齡，能溫席，孝於親，所當執。容四歲，能讓梨，弟於長，而先知。守孝弟，次見聞，知謀數，識謀文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萬。